即时新闻综合报道，有网友在脸书社团 Costco 好事多商品经验老师说发文指出，日前到卖场购物，发现买到的阳台竟出现神秘绿色光芒，让他质疑肉品新鲜度。没想到却有网友歪楼叫称，其实是好客的肉。美式卖场好事多时常出现热门商品，引起民众抢购风潮。有网友却发文指出。 卖场内的冷藏羊排上出现诡异绿色光芒，让他质疑这羊排是坏了吗？其他网友看了也留言表示，这颜色太怪了，退货吧。不管是什么，总是不正常。我在澳洲羊肉屠宰场工作过一年，新鲜的、冷冻的都包过，我觉得这看起来很异常，让我想起刀手切到浓流的时候。建议你退货。也有网友指出。 新鲜肉品会有单纯的反光，肉品若受到微生物污染会呈现绿色，不妨用鼻子闻闻有没有臭味，再看看肉上有没有粘液，就可以区分绿色部分到底是新鲜还是腐败。